可以啊，这不是问题。你不然没对象吗？整活还不好说，咱常务要啥要啥，啥都能整，啥都能整。从来没有，感觉这是一个绝对。自立自主，优雅。自立，独立自主嘛。这部戏呢是都市生活轻喜剧类型，整体的风格是积极向上、阳光又幽默的，会放大了一点喜剧色彩。皮卡这哗就抱着我走，啊，后边也不管了，是这样啊？对。我们这部戏里面有抛出来一些焦虑的问题，但是我们不去贩卖焦虑。里面每一个人物都有他很可爱的那一部分，同时他又是很治愈的，希望是可以给大家带来力量。是女性其中的比较有特点特色的一些众生相的一部分吧，它会给观众引起很多共鸣、联想，包括感同身受。很多人都是这样的，能困难但是不能为什么每次家里需要的时候你都不在？每个角色都是喜怒哀乐，又喝酒吹牛去了，有血有肉。这些社会话题都比较糟心，但是整个故事其实很轻松的，很多桥段也写得很有意思，就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心态。希望我们都能大胆地走出去这一步，可能带来的并不一定是坏事，可能也是一种幸福的开始。不是我找的，更想喝了这。呦呦呦呦！哈哈哈哈哈！是你跟张飞两个人那个急的状态上来。他没带老师过来，是的，看啊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